能。可不嘛。皮实。那有的娇气的小孩早受不了。我们就是党员。多大就是党员了，上大学就入党了。哦，真是党员的。哎，你说对。哎，真是党员。那党员把任务都交给你。我天哪！选了半天，说到这儿来算了吧。但是其实我说的挺好。因为在网上都看了，没错。他那个弄完了，估计得10天8天呢，可能完全利索。哦。就不疼的话，这会儿弄完，一会儿走路就得劲了。是吧？那扎得这么深。这里啊，你看都出来了，这么大块指甲。看这大个儿，哎呀。嗯。能不疼吗？那我立马就舒服。那肯定要舒服。他这个弄完之后，先消4天炎，4天之后再过来复查一下。嗯，行。又再给他开4天的消炎呢。那这几天就少走路。对，这指甲好硬啊！是刀不快吗？怼不进去了，这指甲都。在这2-3年了，这指甲。嗯，对，看看里面的伤口，哎呦我的天，那伤口都有1-2厘米，一厘米多，两厘米，那么深呢？你看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深度是吗？长啊，你看这么大个口子。哦。那这边也是一样。我从这脚趾头根儿这看，大家看见吗？嗯。这息肉能给它弄掉吗？息肉不能弄，息肉消炎，它自己慢慢的。一会儿给他拿药回家泡，慢慢他就掉了。能掉是吧？对，这个老息肉就跟腊肉似的。疯狂烤肉。现在这么捏你不疼了吧？舒服了哈。要不然之前捏一下能受不了。你真，你这个党员一点都不假。他这个息肉里面还长了个小息肉。是吗？你看这，这块肉芽新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么新这块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看到吗？那大块的。看到没有？嗯，好那又是长的这块。对，新长的。你再过些天，它长得从这里指甲盖这下边冒出来，像是吗？像颗豆芽似的，发芽了。